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交托倚靠，他必成全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诗篇37篇3到4节。在约书亚的时代，每一个支派，甚至每一个家庭，都有分配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。这是他们不可剥夺、永不可丢失的领地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同样也有一块类似的属灵领土。神赐给我们一个使命，我们在现世占了一个属灵的席位，我们必须努力完成神所交付的工作。这个使命就如一个我们不能丢失的领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必须坚持不懈地去实践信靠神，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无论神把我置于什么境况，我也应当知足。神必会在我人生旅途中，把我的心愿不断熬炼以及净化，以致我的祈祷可蒙神的应允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宝贵的应许。你说，当将自己的事交托你，并倚靠你，你就必成全。我相信你每一个应许，我要以你的信实为粮，无论是对你或是对人，我都当以信实相待。求圣灵带领我，在你赐给我的领地努力做工，每天都来听你的话语，活出你的应许和恩典，荣耀主名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赦免我的罪行。
守候。